一个全黑人的美国小镇，穿过伊利诺伊州马特森镇。我尝试将我的视频从英语翻译成其他14种语言。我讨厌阅读字幕或说明文字，而且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不幸的是，所有翻译软件的准确率只有 80%， 如有错误，敬请原谅。此外，视频的每种语言或标题都有自己的颜色，例如英语是绿色，意大利语是粉红色，西班牙语是黑色。但是，所有内容都组织到不同的播放列表中，因此您可能希望从我频道的播放列表部分开始。我知道有些人对美国黑人社区感到好奇，不幸的是，他们在新闻中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坏消息。然而，我们在美国的新闻中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关于你们国家的坏消息，这是因为卖的是坏东西。是的，美国有不安全的美国黑人社区，但这些社区的坏事大多发生在晚上。这是因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，黑人每天都要上班，下班后我们回家做饭，为第二天做准备。我们必须付房租、买食物和支付账单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犯罪活动。从事犯罪活动的人白天睡觉，因为他们整夜都在街上奔跑。因此，我们大部分或超过 90% 的社区都是安全而无聊的。我在伊利诺伊州马特森的山茱萸路上，它是芝加哥郊外的一个郊区。我展示的 Madison 部分是大约30年前建造的，所以这是较新的部分。大约30年前，马特森的这一部分是一片森林。我将展示马特森的另一部分，40年前这里全是农田。马特森，伊利诺伊州是一个大城镇，有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老马特森，有点好但很小。大约60年前，马特森是一个农业社区。19世纪80年代，他们摆脱了农场，建造了商场和独栋住宅。马特森镇是 100% 的全黑人美国小镇。不管怎样，这附近有两种房子，一种是联排别墅，另一种是独户住宅。所有这些房屋的成本约为$200,000。这是两房两卫的房子，有一个完成的地下室，造价约$200,000。Thank you.
这是三房三卫的房子，有一个完成的地下室，造价约20万美元。谢谢收看，请点击喜欢按钮，订阅，发表评论，并分享此视频。我有语音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大部分视频都是计算机生成的话外音，另外很难编辑自己的声音。对于我所有的外国观众来说，大多数翻译软件都不是100%准确的，所以对任何错误感到抱歉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现在有10个 YouTube 频道，所以我无法回复评论。如需我的音乐的免费副本，请访问我的网站。请记住，我的音乐只是背景音乐。现在我的音乐是免费的，但如果我必须开始为额外服务付费，那么我可能需要为下载设定一个价格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创作自己的音乐，请访问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并查找 GarageBand 一词。创建自己的音乐很容易，我做到了，但我不会演奏乐器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将视频翻译成其他语言，请访问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并查找翻译这个词。链接在下面的描述中。